路边的草很特殊，它的颜色很特殊，风景很漂亮，你看都是稻田，绿油油的稻田。啊，朝天椒！哦，朝天椒。哦，风来的时候比较不会吹断掉。哦，杨红太来了，啊，才知道说种菜这么辛苦哦，太阳底下。没有，可是有一些是被菜虫给剥削了啦。啊，啦啦东西有点放在。啊，农夫很辛苦啊，结果被那个经销的菜虫哦，赚了一大笔钱啊。对啊，所以农夫最可怜。这个不是萝卜，哦，这个是什么？请问一下，这是什么花？什么菜？请问一下，老板，请问一下，这是什么菜？芥蓝菜啦。哦，古柏瓣呐，然后就长那么高了啦。哦，芥蓝菜啦。可是也很漂亮啊，变成花也很漂亮啊。唐菖蒲花田。南瓜啊，对啊，我看这个不知道什么南瓜，有可能哦。啊，南瓜，那里有一粒南瓜。Inhale your smoke, but you still act surprised. It's not my fault when we end up capsized. You call me crazy now, but you don't understand. I'm calling out to you. Can you hear? 那你们要再去哪里卖？你们都要再去哪里卖？神冈啊，哦，我们住大雅啦。啊，你们礼拜二啊，你们是整车自己再去卖啊？啊，你们都在哪里卖？我都没看到。市场外面学府路吗？哦，对，学府路上，在路上学府路上面卖啊。啊，你是星期几会去？哦，星期二我没有去菜市场，我只有星期五才会去，原来都没，因为原来是星期二。所以才没看到。哦，原来如此，你都星期二去，我都没遇到。哇，好棒，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南瓜田呢。真的啊，以前是好棒啊。哎，甜玉米耶。
好漂亮啊、哦！哇！哎呀，怎么摘？从头拔起来吗？从头拔起来就从头拔起来，对不对？哦，拔萝卜，拔玉米，不用全部剥开，剥一点点，我看看。哇，好漂亮哦，好漂亮的甜玉米。好，你用背干什么吧，部长。我不要太硬的。从高空看望幽谷好美，哇，好美啊！哇，真的好美，你看那个稻田绿油油的。